看见我身后这一大排了吗？梦不梦幻？哎，我知道你们搁这想啥了，因为我也搁这琢磨呢。就是这些开神车、开跑车、开劳斯的人，他们到底干嘛的呀？怎么来的钱？我们去问问他们俱乐部的这些所有会员都是干嘛的。走，本期视频没有编排，绝对真实，千万不要划走。前面这些塞纳、布加迪、拉法很贵的，我们待会儿再问。我们先从这些稍微便宜一点点的开始。哎呦，这是一家三口啊！哎哥，我能采访你一问题吗？今天带着老婆孩子来了。啊，那你平常是做什么职业的？透露一下吗？哥，你能不能不要放？你的放上去不太适合我的职业。我这样，我给你点大马赛克。做设备租赁的。设备是租赁什么设备？好难讲呀、啊。好难讲，这是很难透露的行业。对对对。哇、哦，这有一全钻的麦凯伦，这好花哨啊，这个。哇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好，我能给你拍视频吗？来呀。这为什么你车贴这么骚啊？因为我觉得布灵布灵的好一点，车比较便宜。那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呢？做主播的呀。做主播，这年头是赚大钱。我能多问一问，车贴膜花多少钱？不到一万吧。不到一万。下次你这样去我那儿，我还给你打一折。嚯，这还有一枚顶呢！来来来，车主，我们随机采访一下，你这干嘛呢？拿钥匙。哦，合着这是车钥匙。这个叫马天尼拉花是吧？对，真的很帅，你看横式避震。就是你开着这么样一个抽象的车过来，那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的？卖奶茶的。卖奶茶？不是，真的是做奶茶的。我投连锁的呀。投连锁的，所以是投资人啊，并不是实际运营人。OK， 谢谢谢。来，继续我们往后面走一走。哎，哥们儿，这 MC 二零是你的吗？对啊。我能采访一下吗？就是你是干什么职业的？这个也之前也在做自媒体。也做自媒体？对对对。是奋斗了多久买了这个东西？还用奋斗吗？不用奋斗。对啊，家里资助了一下。小资助一下吗？再加上自己奋斗了5000块钱，上个保险。你是说认真的还是怎么？这是我咱是认真的。咱真是认真的。就是家里面稍微资助一下。哦 ，OK OK。哎，走，我们再往前面看看。看人家不用创业都能买个超跑，我创业一年能买个手机就不错了。手机还要买吗？你直接去我左下角领啊！那我这台就是领的。左下角就能领手机啊？那当然，为了回馈粉丝，我联合左下角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00台苹果十四。你点进视频左下角链接啊，找到底部按钮，点立即下载，就有机会领苹果十四了。这么棒？那当然，我这个就是刚发过来的，现在上线升级完成任务，还能领额外的9000。那我这台你先拿着，领到了这台再还我，好吧？哎呦，这有小帅哥。哎，哥们儿，我能采访你一问题吗？这迈凯伦GT好帅啊！这买的是多少钱？买了200多吧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多大？刚18。你零五年的？我05年吗？那你是做什么买卖能够？我现在还学生，学服装设计。那你属于是哪个大学？能透露一下吗？伦敦时装学院。伦敦时装学院。对 ，QS 排名差不多前5名吧。好嘞，大哥，你是慢走。哎，这边上坐了一小姐姐，咱们去问一下。这还是一双拼色。哎，小姐姐，我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么漂亮的宾利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朋友叫我开的。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销售。哦，挺棒，长得特别好看。那我就来问一下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哎呦，这大哥，这是吉利 4S， 跟这车是刚交付的是吗？是多少钱买718呀？250。这个挺符合。哎，算了，我找。什么样的职业能够花200多万买718呢？我卖表的。哦，这表比车贵吧？这表比车贵是吧？好了，哥，谢谢啊。除了跑车以外，这是一个 RSQ8。哎，兄弟。我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这是那个，就是兰博基尼同款 RSQ8 吗？这车你当时买多少钱？200出头。你今年多大啊？我看你不大啊。二十一。你做什么行业的？学生。你是哪个学校的？万里，浙江万里学院。浙江万里学院，哦，算是很 OK 的大学。那走，我们再去采访这前面那种千万以上级别的。哎，对，手机真的领到了，真的发货了。那当然，活动真实有效，那手机也是全新正品，支持全国联保的。到时候看完以后，我俩一起组队升升级，那9000也领了。好嘞，这大批判颜色真帅啊！我问一下，兄弟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能买这种神车？做金融的。金融啊，哪方面？股票这方面。感谢，车真帅。最尊贵的918车主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下？哇，我远远过来我就看到了你一个。不好意思，路夫了。简单看一下。不，路夫。那我能问一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吗？我要做跟你一样的职业啊。跟我一样的。哎，对。他说咱俩同行啊。对，必须的。远点，好吧，拜拜。哎呦，这台黑色的塞纳好帅啊！这车主不在车里面，这塞纳车主在吗？谁？这车主不能出镜的。他妈知道了，这车都买了都不知道。哦，买了家里不知道的。哦，这样的啊，那算了。